너도 날 보고 지금 좀 미치.66，还有大家的星星，还有大家的礼物，感谢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我有点喘啊，我有的时候不敢用力，我怕我的帽子会甩掉。台湾分屏，接下来都没有分屏了，接下来都没有分屏，因为有的舞，像这种舞的话，如果一个人的话呢，就有点气场不够，两个人稍微气场会满一点。欢迎泰迪，欢迎，谢谢哦，谢谢，欢迎我们小星星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面的两支舞，你多高？主播173，主播173，喜欢主播点关注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舞，给大家转屏看一下。等会儿大清。我们刚刚跳的是第一支 Crazy 风，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最后一个，算了，我最后一个跳失恋战线联盟吧，因为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感觉不一样的舞蹈，那我们就不用选了，我先跳第三个，然后太高了你懂的，不喜欢，我不懂，
我很纯洁的，我不懂，虽然我是个高个儿。好，咱们屏幕下方咱们的星星点击一下，星星，对，打卡点心，还有我们屏幕的右下方直播时通知我，点一下你们的小勾勾。屏幕的左上方我们五行五秀 Happy Night 的预约，点击一下哦。然后就是我们的一号麦，那个人美心善的梦露，二号麦胸大腿长的菠萝妹。我180合适吗？当然合适了，当然合适了，180身高挺矮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，我们先掉第三只，先掉第三只。你做朋友吗？何止是朋友，我们可以做基友。谢谢宝宝，谢谢宝宝，来开始啦。感谢我们点星星，然后呢送礼物的宝宝，辛苦我们扣六六的宝宝了，辛苦了。你不是22，年龄是吗？我的年龄36 C， 啊不不不不不不，那个23，欢迎我们天涯哥，欢迎天涯哥，
我们还有最后一支舞，那个失恋战线联盟送给大家。这支舞的话呢，就是我可能我跳的话会有一点就是不太正经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跟大家跳一下感受一下，就是有一种年代感的舞蹈挺好的，就我跳可能会有点不太正经啊。几岁？22，是我22岁，然后23岁还没到，过两个月我就过生日了，过完生日我就23岁满了。咱们的话呢，左边这个右下角直播时通知，咱们点过的宝宝就不用点了，点过的不用点下。对，如果你们这一局不点的话，我们待会儿下一轮点。爱你我的信仰，谢谢，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就经常来看看你的信仰。好，我们开始了，最后一支舞送给大家，然后我们下一个麦去见。这是一首不太正经的有年代舞的舞送给大家。谢宝宝，感谢。哎，好热呀！待会儿下一个的话呢，是一个普通的舞蹈给大家。